國際計劃兒童發展協會喺1959到1973年咧，為香港大概12000個兒童同埋家庭提供援助。50年之後，佢哋舊地重回，希望可以繼續為發展中國家嘅家庭同埋社區提供援助啦。幾十年前咧，我都係人哋助養我嘅。如果冇咗當年咧，即係協會咧俾我機會咧，可能我今日做唔到導演。220元一個月咧，每日就一罐汽水。我每日唔飲一罐汽水，我可以幫到一個小朋友條數，點樣計都係好值得噶嘛。